但最后呢，他们怎么打都打不赢我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跟着我左手右手的慢动作。不要喝孟婆汤，他就因为他不想喝嘛，然后就跟孟婆说，我已经喝完汤了，那我赶快去投胎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孟婆说，你确定你有喝吗？后来他就跟着所有排队的死神说，好，那忘记姓名的都跟我来。然后小明就说，跟着我快乐崇拜。谢谢妹妹。那个，然后在新的一年里面嘛，就是动物园里面。谁可以欺负大象？鱼啊！不对，是星星，因为新年新气象。谢谢妹鱼。